叫生协会，是因为要召开第十届的大会，所以有了27个国家前来马来西亚槟城岛。这些国家呢，包括美国、欧洲、孟加拉、加拿大、中国、丹麦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香港、印度、印尼、澳门、蒙古、缅甸、尼泊尔、荷兰、纽西兰、菲律宾、台湾、新加坡、韩国、斯里兰卡、瑞典、泰国、越南，也包括我们马来西亚。莅临到马来西亚槟城的槟城岛出席并参加此盛会。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各分支会
即全国的各寺院庵堂即佛教同全体同仁，能在这属圣的因缘之下共牵身而护持大会，深感喜悦。在此更是相信今天与会的诸位大德，各位贵宾也是心生同等高兴与喜悦的。